附小每年会举行一次冬季运动会，很多家长会陪着孩子参加。2010年的冬季运动会这天，气温骤降至-4°。一年级的孩子们上学的头一年，就碰上了昆明少有的寒冷天气。跑到终点了啊！你再来一次，要跑到终点，刚才没有跑到终点的啊，好吧，来，预备。尽管领奖台上的小运动员不停地打着哈欠，但他们的父母都很兴奋。你来看的。赛场上的小运动员们要比他们的长辈轻松很多。赛场上，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夺得名次，爸爸妈妈们的热切希望也影响到了孩子，他们懵懂地感觉到夺得名次是一种荣誉。好的。元旦到了，学校让孩子们自己组织游戏欢度新年，家长们成了最好的帮手。元旦节这天，王玉丹和同学们一块儿参加了校内游园活动。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的他，越来越融入八班的孩子们当中。
有了奖票的孩子们都急着去一楼领学校配置的奖品，但是热闹的楼梯上熙熙攘攘的孩子还是让王玉丹和他的朋友不知所措。尽管王玉丹和一年级八班的孩子们逐渐融洽，但他还是不太知道怎样和其他班的孩子们相处。水是甜水，要给我喝这个啊！啊！王玉丹也在游戏中获得了自己的奖品。周校长给全校老师准备了一件特别的新年礼物，印度教育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这是一部讲述教育与成长的电影。老师们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学生们放学之后，他们在礼堂欣赏了这份特别的礼物。今天的电影很好看，这是给我们新年的礼物。我觉得这份礼物既很沉重，但是也很高兴、很快乐、很轻松。轻松的是这个电影里的那些很好玩、很有趣的情节。但是沉重的是，我们都是当老师的，我们如果能从这个电影里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沉重就会变成轻松。希望这个新年礼物能让我们2011年的教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和教学有些新的思考，然后这些新的思考能换作我们新的行动，让不少的孩子将来都能成为这个快乐的科学家。谢谢。啊，大家新年快乐，休息了。为了让家长们更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情况，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附小会组织家长开放日。孩子们在学校兴奋地等来了自己的家长。希望附小开放日的展示，让各位家长朋友能更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希望得到各位家长的支持。好，玩里面的里面。在上面。
谢谢。要听你妈妈，是她最重要还是我们赵公正重要？是不是？让赵公正掉眼泪，不要是要说你妈妈了，是不是？让你一个人在这里难过，没关系，刚才家小朋友的家长也看到你的表现了。我妈妈没来。这是孩子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期末考试。面对大考，他们超级轻松。王玉丹没有参加这次考试，附小会根据孩子的个别情况做特别的安排。教室里的老师还在整理卷子，孩子们早已在外面玩游戏。第一次大考在孩子们欢乐的游戏中轻松地结束了。寒假之后，一年级八班的孩子们迎来了小学的第二个学期。班主任李润月老师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份新学期的礼物。2月17日，今天我自己搭了一辆怪模怪样的车，它可以帮助人们做事，可它太小了。李老师把孩子们在第一学期的写画作品整理成册，取名小美和小丽。水仙花枯萎了，它的叶儿黄了，垂下它高傲的头。这是孩子们自己的作品第一次被印成签字。今天我的袜子上有一点水，妈妈给我烤袜子。我看了一眼电视，转过头来的时候袜子就
袜子口通了。我养了两只小兔，一只叫小美，一只叫小丽。我的小美总是贪玩，我的小丽最贪吃，我很喜欢它们。2月14日，今天下午我和哥哥一起烤耳块，我烤着烤着就发呆了，我的耳块鼓鼓的，砰的一声，我才反应过来，耳块烤糊了。书上说，狼是狗的祖先，可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牧羊犬要驱赶狼？我又看到书上说，埃及古猫是狗的祖先，可是猫和狗总是打架。哎，真是太奇怪了。幸福有点蓝，幸福有点热，幸福有点宽，幸福有点长。冬眠不觉晓，处处闻鞭炮。夜来送客人，垃圾知多少。8月7日，我捡了一根刺，他是个贪心鬼，什么都勾。2月14日，今天是谈恋爱的节日，男人和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喝杯奶茶。根据附小的惯例，李老师会把八班送到小学毕业。李老师准备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把孩子们的写话搜集整理，挑选精彩的部分，和家长们一起为孩子们制作一本作品合集，把它们汇编成书。现在把你们的彩色笔拿出来，可以开始在你的小美和小丽上进行加工。最好把我录刷一点，不然把我录丑了，我可不敢在大家面前拍照。体育是附小的特色，孩子们从1年级开始就会参加篮球、跳绳、投皮球等体育训练和比赛。刘小姐，跑得动吗？喜欢啊，跑起来的，加油，跑跑跑！加油，对我。今天王玉丹和妈妈一起来到球场，为自己的同学加油。王玉丹的脚在开学时受了伤，这是她第二学期第一次回到学校，孩子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Thank you.
学期的相处，即便多日不见，王一丹还是很快就和同学们融在了一起。这一次的篮球比赛，一年级八班的孩子们取得了小组第一。这个时候的孩子已经有了强烈的集体意识，这场胜利可以为他们带来巨大的欢乐。每年四五月份，附小都要举办科技周活动。在活动期间，学校会为孩子们展出很多有趣的科技发明。干点新鲜的呀！看他发电梯。今年的科技周，校园就成了孩子们激动、惊叹、好奇、兴奋的乐园。把手回身上试试电，有电。不是我看，这不是安全的。